喂，全体妇女请注意，全体妇女请注意，板头独生侄的一孩妇女，明天到吉森展览去插花，明天到吉森展览去插花，还有一孩有病的不能上花的妇女，到妇女主人家领聘用油聘用摊儿。这是我们打的经验，坐进去，不是不去的。哦，这我不坐着，这你先说不着。我不认识的人是对的，原来是制定国家账务政策的，我这是咱的，我反对国家的。你爹，你跑就跑了，你从哪弄的呢？人家我是96年嘛，我干啥的？看我娃眼少开的那尿哈，扎起那不会，那别人不知道的，俺现在身个大方的在走的。我娘掉草脚。你说实话嘞，这户口少不让，我绝对不去。今年个，咋打车就占了？今年就是啥的这劲，被彻底的撂的不行。就关键是在这挣钱，你去木这挣钱去不计划生意这，咱个人亲个就，个人就计划了个人的，你就不干的。要玩笑。